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，欢迎您来到天桥德云社剧场观看我们本场的评书转场演出。那首先呢，就请欣赏评书《三道太极枪》，表演者李景琦。他又变了，没变呢，就是服装变了。听书看戏劝人方，三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那个今天人来的不少啊，除了空座咱就算完了。乐了，甭管人多人少啊，都得好好演。为什么呢？咱说实话，现在评书这门艺术啊，非常的微，第一说书的少，真正说书的就更少了。说怎么还真正说书啊？你看真正说书的，他得是从小去学，跟说相声的一样。相声演员练什么呀？练一些贯口啊，学一些段子的内容，跟老先生去学。评书也是一样，但是评书的学法跟相声不一样，相声是背词儿，评书这门艺术没有背词儿。你比如说吧，《隋唐演义》《明英烈》，真说全了，天天说的话得说半年，那么一大厚本书，你背词儿去，得多横的脑子，背不下来。需要背的是什么呢？人物的赞词。啊，什么叫赞赋？就是开脸儿，人不在，疆场在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铲锄锉棒，这个是需要背，别的不用背。记录这个情节，老师在台上说，小孩在底下记录，都是跟你赌气。记录完之后，晚上老师还得给讲，讲什么呢？讲一些人情世故，拉一些典故。你比如说吧，我师父在台上要是说《水浒传》，啊，潘金莲，哎呀，西门庆，他说我们在底下就得记录，晚上回家就得问，是不？那个到底啊怎么搞破鞋呀？你给说说吧。我当时那当初我搞破鞋，那开玩笑，反正评书这门艺术不好来。尤其年轻人说书更费劲了。我现在要是六七十岁那好办了，我说什么大伙儿都信。我这年纪轻轻的，岁数不大，今年不到三十。咦啊，哎，咱俩有嘛仇啊？我这么着急是吗？今年不到三十，台下坐着的朋友岁数有比我大的，学问有比我高的，藏龙卧虎，也许就有大学教授，也许就有作家，也许就写写书获个优秀奖什么的。你说我给人家讲故事，人本身就是写故事，我再给人讲故事，难以服众。所以说大伙能进来听啊，我们心里特别的高兴，您来我们就得卖力气好好给您说啊，也没有别的意思。外头水牌子也就是节目单，节目单您一看头一段我是单口相声叫借火，我一想别说单口相声了，为什么呀？单口没意思，评书专场嘛，来单口相声不像话。而且借火咱说实话那是对口相声，你要说真是贴单子单口相声专场，那我来一借火可以。评书专场我弄一借火，你说能说下来吗？也能说下来，但是好像就是骗您各位啊，蒙您这三十块钱，蒙您一天呢，蒙您两天，蒙时间长了谁也不是傻子，您在底下就明白，他这帮说相声太损了，骗钱玩儿。本身这时段就不好，周三下午、周五下午，我们再不好好给您说，更没人听了。
再加上我长得又像五十多的，啊，我回去得剃胡子了，看来。所以刚才报务员报出来这个目录叫三道太极枪，不是大叔，小叔，啊，辈分不高，小叔，也就三五回，三四回就能解决，啊，按评书来说属于短打书，短篇的小故事。那发生在什么时候啊？发生在清朝雍正年间。哪儿啊？还不是咱们北京的事儿，发生在四川成都。四川成都这儿有一个大镖局，镖局叫平安镖局。说为什么叫平安镖局呀？保镖的图个吉利，这名字得起得好啊！平安镖局，我保这趟镖平安无事。这起名字呀，得会起。德云社啊，我们先生郭德纲，他有一个德字。早先他收的弟子，什么鹤呀、酒啊、箫啊都没有，全都是云字儿，所以叫德云社。而且大伙儿一听这名字也好听，人家这叫平安镖局。好家伙，总镖头可厉害，总镖头姓于，叫于振江。您听这名字，于振江，姓于的必须得叫振江，显得将来以后事业有成，于入海这都可以。我不叫这个，我叫于静波啊，于挨刀啊，哈啊，于熬汤，哎呀，于谦，于谦，我老想着于谦，你知道吗？俩姓于好了啊，于谦叫于谦吧嘛，叫于边多好。哎呀，这是开玩笑，这个名字得会起。总镖头姓于，叫于振江，那是部下的英雄好汉，掌中一条大枪，那是勇冠三军，打遍天下没有对手，是真有能耐。凭着一杆大枪保镖，多少多少年是平安无事，在江湖上创下了一点点名头，人称宝枪不敌。但是于振江一琢磨，说我是一个江湖上保镖的，俗话说得好，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，现在我也挣下了大片的家业，按说就应该隐退了。如果说不隐退的话，硬往前冲，保不齐哪天栽跟头，我这半生的名望就全毁了。老爷子很聪明，所以打这起金盆洗手，把买卖一关，不干了。别看不干了，但是是真有钱呢，一些探子手啊、镖师啊，舍不得离开他，在他跟前儿自己弄了一大片的宅院。这些伙计在宅院里干嘛呀？有管家呀，啊，有来回送信的呀，啊，伺候人的呀，都不离开于振江。于振江娶妻王氏，王氏给他生下两个孩子，一个闺女，一个小子。闺女姓于，叫于金凤；小子姓于，叫于化龙。您可记住这两个孩子，这个于化龙是本套书的书呆，这套书捧的人就是于化龙。俩孩子岁数都不大，单说这年8月15，大家伙聚到一块儿，全家人围坐在一起。今年于振江心里非常高兴，让这些伙计呀、探子手啊什么的都别回家了，就在我这儿过这个8月15。呵，酒席是特别的丰盛，山中走兽、云中雁、陆地牛羊、海底鱼，家里有钱不在乎，院里摆了多少多少桌，真有好朋友也到这儿来，跟着一块热闹热闹。酒席宴上，大家伙是推杯换盏，有的说当初保镖的时候多么多么不容易，有的说现在江湖上出了什么样的高人，所谓是谈天说地啊。正聊着呢，
玩意儿啊？定睛一看，啊，全吓坏了。于振江那保镖的闯荡江湖，他这一辈子什么没见过，但是这个场面也让他吓了一跳，周围哗就乱了。于振江的夫人赶紧把两个孩子的眼睛就给捂住了，怎么少儿不宜？不光那种黄色镜头少儿不宜，什么东西扔三鲜汤里头怎么也少儿不宜，飞起来什么呀，血淋淋的一颗人头啪就掉这儿。他打的这个准呢、啊、这两个人睁着眼睛，好家死不瞑目，呲牙咧嘴是面目狰狞啊。于振江一看认识谁呀、啊、厨子老王。老王怎么让人杀了？与此同时往房上一看，就看房上站着一个人。这位好家伙，上中等身材，周身穿青，遍体挂糟，一看身背后背着一个长杆，什么东西不知道，为什么外头蒙着黑布套。借月光和灯光一瞧，这位长得可够凶的，黑灿灿的一张脸，黑中透亮，亮中透光，宝剑眉，斜插入鬓，直入天仓，狮鼻阔口，海下是暴涨钢刀。房上一炸，于振江心里就咯噔一下子，心想什么时候房上有人我可不知道，我这门类我不敢说多高，但是在江湖之上提起我于振江来，我也是小小有腕，有两下。房上来人我愣不知道，杀了我们家厨子老王我也不知道，把人头扔下来我才知道，看来这个人的能耐可够高的。这个时候再看大厅，再看院儿，这心呐、啊，伙计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，非常的安静。就看房上这位唰，大殿不由打房上就跳下来，生发了个快呀，真叫身轻如燕。往当月一站，这主意撇嘴，于振江，你还认识我吗？眼下一眼，前一眼，后一眼，左一眼，右一眼，看了九九八十一眼，怎么那么平啊？说书的跟说相声一样啊，都平。谁呀、啊？这是？看着非常的眼熟，似乎在哪儿见过，但是在哪儿见过，怎么就想不起来了？这位朋友，我看你可眼熟，你是？于振江，故与人多忘事啊！我给你提个醒，十年前峨眉剑客。北宫雁打北宫老爷子过寿，大伙都来给祝寿，酒席宴上有一个人叫金枪三八，此人姓苗，叫苗金凯。这家你还记这个苗金凯，一说这话，于振江这脑子上360度旋转，想起来了，只要电视剧、电影就好了。
说完打一字幕，20年前，10年前的，想想，10年前，峨眉剑客，北宫演达，北宫老爷子过寿，80大寿，大老爷子好有威望，那在四川武林界首屈一指，黑白两道武林好汉都来给道喜，都来给祝寿。其中有两个人，谁呀？一个就是于振江，还有就是这位叫苗金凯的。俩人都使枪，枪法也都非常好。你看人是这样啊，在一块吃饭，一问你是干嘛的，我说相声，嘿，我就说相声的。这俩人坐一块聊，您是干嘛的？我打板的。你呢？我也打板的。在一块儿，你干嘛？我跳舞的。你呢？我卖钢管的。聊啊。苗金凯，那在枪上下的功夫了，这
也是使枪的。于振江那会儿还年轻，一看，好，不错，但是他这也不错呀，跟别人说出来不一样。别人说啊，发自内心抖的丹田给叫好。于振江他好像是没有办法，大伙儿都叫好，我也得叫好。他是一种被迫的语气。他可不知道于振江这
苗金开始翻身在马，于振江跳出圈外，哎呀，嗨，苗子侠，你看我没使全力，这话多圈了，没使全力，这是于振江故意损人的，没有，于振江的意思是什么？你看我没敢使全力，你这好像不好意思似的。但是他这话说出来，苗金凯听得不舒服。苗金凯心说怎么着？没使全力，没使全力我就怕死了。你要使全力呢？你使全力我穿糖葫芦了。摔了三次，起来之后脸臊得通红。于德侠，我服了，你是真有能耐，枪杀你比我姓苗的厉害，但是你可别忘了，我普天之下当大伙的面儿，我摔了三次跟头，我丢人现眼，从今天起我姓苗的先退出武林，我找高人去学艺，十年之后我练成枪法，闹得他不欢而散。后来于振江保镖闯荡江湖，十年过去，早把这事儿忘。今天苗金凯来把这话一说，于振江这才想起来，心想当初也是年轻气盛，不比武该多好啊！现在人家找上来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不能惹事，但是事儿来了，我也不能怕事儿。人家来找我了，我现在学成能耐了，咱俩比划比划，就怕我错了。那不是于振江，那是于谦儿。看，好，稍等片。
的衣服，浑身上下没有半点温瓜之处，由打自己的兵器房中把大枪也就拿出来了。好在汉中尉管家伙计老妈子乱七八糟都围着
你要说研究业务，那好家伙比谁都来神儿。所以说到现在他不倒，这是成功的主要原因啊。人家天天还研究的就是相声。这位于振江早把武术搁下了，苗金凯天天练，这一打
南京风还不在，哪个跨豪上南天？我在家，我吃饱了撑的。太狠了，这屠夫的，那把书胆让我给戳死了。一会儿那个李浩洋上来说了书，您让他把姜子牙说了。
他也怕死。一看孩子这脑袋奔墙去了，这位身法也是真快，唰过去。各位，这救人的他得会救。
我要报仇。报仇是报仇啊，你得小能耐呀、啊，能耐不到你怎么报仇啊？那您教我吧。我教你呀、啊、教会了你你好报仇啊。教什么呀？我教刘门枪锁，我能耐也打不了苗金凯呀、啊，我都打不了苗金凯，我教的徒弟更打不了了。你要说教你轻功，教你偷钱包，那我倒行，但是不能跟孩子那么说，说我教不了你，我也犯头，那完了。行，你想学什么，我就教什么。我想学打枪，我爹就使枪的。那个苗金凯的混蛋也使枪，我用枪把他挑了。这么点儿的孩子不容易，将来，哎，教你枪。洪福多希望他说我想学偷钱包。找了一个僻静之处，教俩孩子俩，这一教，好家伙，姑娘非常的聪明，学什么会什么。余化荣也不傻，学什么也会什么，但是他比姑娘讨厌。讨厌什么？他老问，师傅，你说学这能耐能打得了苗金凯吗？他老问这个，打得了啊？哦，没几场，过了几天，师傅，您说我现在这能耐能打苗金凯了吗？还得练呢。教了五年多，俩孩子确实功夫有所长进，但是说打苗金凯闯荡江湖连门都没有。这一天，孩子终于问上：“师傅，您别瞒我，我也看出来了，您教的也差不多了。您教我大枪啊，您那一个招数，您都教我三回了。”我们不好意思说，您轻功是好，我们报仇用不着轻功，我们得学枪法。您跟我说实话，普天之下什么枪法能打得了苗金凯呀、啊？我就学这种枪法给我爹爹报仇。我骄傲孩儿，普天之下，据我所知，有一种枪法，这种枪法在枪当中那可是鼻祖啊，能胜牛金凯。什么枪法？那就是老祖家的太极枪。你说老祖家的？小孩乐坏了，师傅，那我就学太极枪，我不会呀。我搞笑，我不会，你看看，怎么他真不会？别说他不会，普天之下，老祖家太极枪的没人。外人谁也不会，人家老祖家这太极枪那可真了，月的枪、阳的枪、高的枪，什么霸王枪，谁的枪法也不如老祖家的太极枪。首先说老祖家太极枪这位掌门人就了
战人一绝，上三门的总门长。你别看是上三门的，但是他们家没徒弟，为什么？人家想我们家这套枪法传给外人，怎么能独霸武林？不收徒弟，而不收徒弟，那枪不就绝了吗？绝不了，人家家有规矩，传男不传女。说儿子不能交给，姑娘不交，为什么？姑娘以后嫁外人了，教会姑娘这枪法带到外人家了，外人就学会了，不行，传儿不传女，但是教儿媳妇儿。怎么教儿媳妇儿呢？万一儿子死了，枪绝了怎么办？儿媳妇儿继续往下传。所以他的家找媳妇儿，这姑娘必须得会练武术，人家老祖家才要。所以说想学太极枪，这不难为洪福吗？孩儿啊，我不会呀。你不会不行啊，我就想学太极枪，我学会太极枪我就能报仇了。镇山枪法很高，但是你轻功未必比我好，就凭我神通一溜烟这个名堂，我到你们老祖家我偷这枪法去，我偷几次我把枪法偷来，我教给孩子不也行吗？想好孩儿，孩儿啊，耐心等待，为师，我给你淘摸这枪去。那意思就我给你偷去。说老祖家在哪？嘉陵江畔隐逸村，祖家寨。祖家寨啊，可是一个大宅院。